进平林国小。哎呦，稀奇！过年的感觉，哇，还跳过去，哇哇哇，有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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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风风风风风风，哇哇哇哇哇，哇，现场同学掌声鼓励一下，好帅哦，哇塞，而且那个龙上面还有那个这位同学就是我们的刚刚我们举龙头的吗？龙首的这位，哇，怎么称呼？怎么称呼？郑宇霞，郑大哥你好，郑大哥，大哥大哥好，因为可以弄龙头不容易啊。郑大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什么样的资格才可以当龙头？是体格要够，然后体力要好。龙头是不是特别重啊？对，这一条龙之间它是最重的，这个重哎。女生可以弄吗？可以，可以哦。好了，你拿一下，你拿一下，来来来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这么重，真的算重哎。哇塞，那你拿这个龙头有没有哪个动作是你觉得是最困难的？你在撑杆跳对不对？是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哦，后面有人按上我，没有？会不会被按上？你要往前，然后后面把你往后，然后就按下往后。这因为一条龙是团队合作很重要。是，那有没有哪个动作是最难的，或是练习的时候有受过伤有没有？角龙的时候。角龙，可不可以帮我们大概示范？示范一下什么是角龙？来，我帮你拿麦克风。你觉得最难的就对了。同学认为最难角龙的部分。角龙哦。因为我只有问你哎，怎么那么多人都出来？因为角龙，因为角龙是一条龙。哦，对对对，你们是一条龙啊，对对。啊，不然嘞？我忘记，sorry，我忘记了。哦。运动健将啊！我不是啊。那我们来看看，你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一下，试试看一下。我觉得他很好奇。哎，先帮我拿手卡。加油！预备 ，Go！ 哎，你哥加油！你要捞回来啦！你要从下面捞回来！对对对对对！哎，画了画了，哎，很重哎。你为什么有一种老妹妹在做复健的感觉啊？你刚吃两个便当，你现在那么弱。核心肌群要很强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你这个龙头有没有？你一甩过去有没有？它重心往下的时候，那力量是好几倍。你要再捞回来，对不对？哦，真的，这大哥真的厉害了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你们，平林国小带来精彩的表演。大家好，我是草莓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按下订阅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呢。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